为什么我要重新考虑？听好了，我不会再救你第二次。回签，准备一下，和 BS 总裁的会面提前。让我后悔？一个星期。能好好活着，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挑战了吧？王警官，你说谁是公子哥？还记得我吗？
发什么愣呢？很意外，高中时你也觉得我以后会进监狱，对吗？所以你才放我鸽子。走吧。调查啊。等一下上了车，在路上看。你以后拍其他节目，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找我。在城西的花市口走丢，十分钟后他出现在绿营广场。我说从花市口到绿营广场23公里路程，你觉得他是怎么过去的？到了，下车。报案人郝美丽，23岁，无业。事发当天下午6:30，郝美丽经过花市口，在这家网红烧饼排队买了招牌烧饼，出了店铺左拐，发现自己迷路，回了他1:30在这里见面，还有20分钟，先询问一下周围商铺吧。关掉直播。你是从这个店铺右转出门就迷路了吗？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。回答问题。看得到天空吗？能找到研究所的方向吗？保持这个方向，看天空，看到了吗？一个有趣的小实验，今天终于成功了。你听说过空间折叠吗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折叠之后，一张纸两端的点就会挨得很近，将天空折叠，大气层之间的摩擦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就像极光一样。
我不能简单的告诉你可以或者不可以，不过确实存在这种可能。这是新的节目内容吗？不用担心，你做的专题新闻肯定也会与众不同的。今天发现奇迹的编导来找我讨论下一期节目的安排，我本来想让他们离开，我以为你会来。比我还重要吗？只是为了节目的新想法吗？现在我的心情变好了，可以跟你们的编导讨论节目内容了。最近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预感？如果遇到危险，记得按我教你的方法做。在和谁打电话？笑得这么开心？走吧。绿荫广场。如果他只是为了练习呢？随着事件发生时间的不断推进，报案人遭遇到的空间折叠时间越长，出现的地点也比开始更远。如果我们假设他拥有这种空间折叠的能力，不管是用特别的仪器还是你所谓的超能力，他很有可能，一，刚刚得到这种力量，在不断尝试；二，很久没有使用过，在练习恢复。怎么了？按照这条思路，我可以认为，他的作案目的还没有达到，一定还会再下手。这一次，结果可能就不只是空间穿梭这么简单了。我去排查他们最近遇到的人，你好好待在家里，没事别乱跑，免得遇害。有什么事情，随时联系我。这给你。发什么呆啊？我在上面放了一个追踪器。带着。有危险的时候我会来。Thank you.
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罗家的看法？我和他没什么关系，你不要出去乱说。其城市新闻的专题是你做的，快要破产了，也可以跟电视台谈合作吗？如果我给你投资，你能在几年内垄断四大卫视的影视制作？太忙了，两年做不到的话就回去。好，那就合作愉快。下星期投资审批流程启动，完成你这两年宏图的前提是先通过华瑞的投资审批，如果连审批都无法通过的话，还是早点放弃吧。我说过我不会再救你第二次。那再见。什么要求？为什么提这个要求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好想折叠空间，瞬间回家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跳！
那个杀手已经被抓住了。不想告诉你，但是现在敌人已经正面发起进攻了，你不知道的话反而会更危险。我接下来说的事情可能会让你很吃惊，不过这些都是事实，而且你也已经知道了不少关于遗漏的事情，对吗？敌人早就已经出现了，只不过你一直没有注意他。两个星期前你险些遭遇的车祸不是意外，下手的人和今天出手的人来自同一个组织，对方想杀你的原因暂时不能告诉你。李泽言，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救你，只是小时候见过而已，不熟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，不然怎么能让烈雨卫士给你工作委托，借机来保护你？我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你，拥有以暴的基因，目前看来应该是预知方向。你回想一下，最近你身上有没有发生过预兆的事情？任何形式的预兆都有可能。果然已经开始觉醒了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你刚才问我是怎么发现你有危险的，只要你在风里，我就能感知到。找到你了，薯片小姐。